菲律宾驻华大使雅莫士在今天上午11点钟，在菲律宾大使馆，代表菲律宾政府以一枚指挥官级的荣誉飞行勋章颁赠给我国的空军总司令陈一凡上将，以酬谢他对促进中菲友谊的贡献。这是菲律宾政府颁赠的第四枚指挥官级的飞行勋章，也是继参谋长赖明昌之后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二位我国的空军将领。